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请翻到讲义第28面，我们接着来看到悟二的别名修法，这当中分为两段，极的立缘修止观。好，立缘对境就从两方面来说啊，第一个是立缘，第二个是对境。立缘就是立行住坐卧种种的缘，好，这个基本定义我们先确认。好，就是说你要学习这个章段之前呢，先把这个章段的这个大纲啊先掌握清楚，而不是这个整个一下子投入到文字大海里头去。好，立缘先从行住坐卧等等的缘来观察，先观察第一个行。那这个立缘当中，我们上次有说，好，这个我也是学人，也是参考这个禅宫上人嘛，他老人家的这个小止观的表姐，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立缘当中，它都每一个缘，它都分为三个阶段来观察，好，三种观察，第一个是戒，第二个是定，第三个是慧。比如说这个行，行当中第一个戒就是观察，我为什么要行？我这样行如法不如法？好，与这个戒的条幅，好，条幅意相应不相应？好，那这个就是行啊，当中那个戒的部分。好，每一个立缘对境，每一个法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最起码你要用戒去观察，我这样该做不该做？毕竟我们不是为摩诘大事啊。好，入于这个酒店，以女家。图而回快之家，都能够啊自在无碍，我们没那么大本事啊，所以首先第一个先看看自己，这样的立缘对境合适不合适。好，所以就是说，就所以我们的心要常常保持极静，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天气热燥热，我们心也跟着燥热躁动，你怎么有办法去观察你的做这个事情合适不合适呢？包括前面的自心止，好，戒缘止、自心止，这个基础都是很重要的。你如果没有这个自心止的这个基础，不但看你自己的念头，你怎么知道你在做这个事情合适不合适呢？好，大多数的人都是随着自己的习气而走，好，谈不上合适不合适，只有想做不想做的差别而已。那想做不想做，不就是习气吗？好，这是第一个戒，我们说过了。再看下面的定的部分。云何行中休止？若于行时即是因于行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了知行心及行中切法皆不可得，则妄念心起是名休止。这是定的部分。当然这个地方定，它指的是这个体真止，是三种止当中最高级的体真止。但事实上我们在这个立缘对境的时候，这个止啊，也不是说一定马上就要体真止，你可以从这个息缘止、自心止开始。好，这是我们额外说的息缘止。比如说你在行当中就是观察，好，观察什么呢？息缘止，比如说息缘止当中，息缘你是观察你手脚的动作，好，或者呢你去观察你这个脚底，将注意放在脚底，然后或者配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脚底落下去的时候一个字阿弥陀佛，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息缘止。自心止的时候，就是说你在行的时候你也不注意脚底，也不注意这个动作，而是呢去看着你的念头，你第六意识的心王。好，那不要去驱策它，去掌控它，但是也不随着它乱跑。好，你就看着念头，好，看它生生灭灭的，那这个就是自心止。像各位在出波的时候，有时候习惯性啊听经啊，或者是听佛号，或什么其他的。好，如果听佛号的话是还好，跟着念佛啊听佛号还好，但有时候如果说你习惯性的在出波当中就是必须要听经，就会有个过患。就是什么呢？一方面这个你听经，你在
你在那个时候听经，你不可能升起这个六种想。好，你这个自己如病者想，说法是如医生想，是没办法的。往往会有一种散漫的心、不恭敬的心升起，一边打妄想，一边听经，这个其实上跟法结的不是善缘，这是第一个过患。就法的部分来说，这个法的这个不善缘来说，第二个呢，就是你变成你没有办法习惯在动中去看了你的念头，掌控你的念头，而这个事情必须要去练习的。因为你如果不去练习的时候，变得就是你如果在动中，你要是不听经或者不抓个东西的时候，不抓个什么东西，好像去让你去想的时候，那你不听经，那就是抓了妄想，那抓了妄想，那个时候心就到处乱跑。你应该练习，就是说在动中的时候，也能够吸缘止、自心止，甚至提真止，好，甚至观或者修观。当然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呢他必须要慢慢练习。所以为什么这个一个就是说一个出家修行人，他来到佛门，好，他是要学这个佛门的这个戒律，好，威仪，好，这个在每个地方各有各的这个戒律威仪，好，因为应戒生定，好，应定发慧，在这个戒律威仪当中常常去注意，我在这个地方，像做这个事情，如法不如法，好，会不会影响自己的道业道心？会不会影响到他人的正念？好，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讲堂当中，好，不应该喧哗。那么这个讲在讲堂当中坐的前后有他这个前后次序，然后呢，在这个讲堂当中我听法要什么样的心态？那什么事是该做的不该做的，那么在佛堂什么事该做什么不该做，从这一切的这个戒律位移当中不断去注意自己的细行，好，微细之行。那这些细行的不断注意当中，就是帮助自己透过这事项上的境界来帮助自己摄心，好，那是一个这个修定的一个前方便，是应戒生定。但是除了这个细行的注意之余，好，我们慢慢的，好，假设说你有那个，你有学习过这些位移，好，事项上的位移，好，学习之后，然后这些都做到了，表象上做到了，接着进一步再去看看，你在做这些事项上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到底在不在，在不在这个所缘当中？好，比如说这个。洗手的时候，好，然后念这个偈颂，好，然后这个上了厕所要念什么偈颂，好，那这个是戒，告诉你该做的事情，帮助你摄心。但是呢，你同时也要看你在念这个偈颂的时候，你心在不在这个缘中，在不在这个所缘境当中啊？那就像各位没有学那么多的这个威仪啊，哈，好，当然这些沙弥律仪这些威仪，各位也都可以学习的。因为它不是比丘戒啊，各位都可以学习的。学习的就是学习之后，各位来到寺院，尤其各位常住在寺院，就知道说怎么样透过戒来摄持这个身根。好，那摄持身根之后，帮助摄持意根的一个善巧。好，有这个戒律威仪之后，然后接着是呢，进一步看你的心在不在这个状态当中，你的心到底在哪里？这个就是自心止。更进一步的，这个时候当你心很极静很稳定的，一切雨墨动静啊都很安详很洒脱的时候，才办法说谈到这个地方，谈到体真止，也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了知行心及行中一切法皆不可得。好，先讲前面行时即是因于行故，则有一些烦恼善恶等法。好，这个还是前面的这个戒的部分了，哈，知道这个缘起，因为有这个行，就会有种种的善恶的缘起。但是重点不是观察善恶缘起，重点是观察行心，第一个，
这个行中戒法，第二个戒不可得，这是重点。这个地方强调是了知，因为它不是观，它不是修观，所以它就是这个知。你在行的时候，你就这个，比如说行心不可得，能行的心不可得，就很简单，你问你自己是谁在行？现在在走路的是谁？而是我在行，我在哪里呢？在身中吗？而这个身，这个四肢躯干，它都是无常变动的。那么在心中呢？那这个心也不可得。所以行心不可得。那行心不可得，当然行中戒的法不可得。所谓行中戒法，就是说因于行故，只有一些烦恼善恶等法，这个就是行中一切法。比如说因为你这个行，你这个行继续帮助人别人的，那这个行，行中的法就是善法，由行所升起的法就是善法。你这个行，那么是过去打人的，那你这个行就带着恶法。好，那行中戒法不可得，为什么呢？因为行心不可得，能够造作行的正念心，当中都没有我真实的我跟法可得了。佛法不可得，由这个行心所造作的善恶，行当中的善恶等法当然也不可得。那这个其实就像那个礼忏道理是一样，能造罪的心不可得，所以所造的这个罪也不可得。这妄念兴起是名修止，所以这个是个了知，就是回光返照，就像禅宗那个方法，常常回光返照，那个移情问是谁在行，然后安住在空性的觉受当中。当然这个前提也是我们前面在说的，你前面必须要有空观的修学，而空观的修学当中，因为不断的串习，它在你心中真正的升起觉受。好，这个是定。再看到慧，弥勒心中说观，应作是念，由性动生，故有进去，名之为行。因此行故，则有一些烦恼三个等法。其他反观行性，不见相貌，当着行者，其行中一些法，毕竟空寂，是名说观。先讲到这个心，由心来驱动身，故有进去向前，那称之为心。先讲到这个心，所谓心，心这个法，它就是由心来驱动身，所以构成所谓行这个法。好，然后因为这个行这个法会带动的善恶，乃至无忌等等法，这就是回光返照，由心带动身，由身带动行，由行带动善恶等法。这个时候往前推最根源的行心，好，驱动这个行的，也就是说驱动这个身的这个心呢，不见相貌。所以不见相貌不是说看不见，不是愚痴的看不见，心在起作用。比如说我今天从这个疗房到斋堂吃这个走行，我去吃饭，我知道我今天我这个行的目的是为了要去吃饭，为了要吃饭而行，那我这个心的动机就是我是个心，我为了想要吃饭，这个动机的这个念头，这个就是心的相貌，心作用的相貌。那什么叫不见相貌呢？就是说我这个啊，想要去吃饭的这念心呢，就当中没有个我可得，没有个法可得。好，那没有，为什么没有我没有法？这个时候就说观。好，从这个时间观察，三心不可得；从空间观察，好，这个内外中间不可得。那或者四性推减，好，等等的，好，各式各样的善巧方便都可以用。好，就是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好，配合理论的分析，配合譬喻，好，譬喻很重要，
梦幻泡影入定啊，等等种种譬喻也很重要。理论分析加譬喻，好，然后去反观行星不见相貌，这当中没有我可得。好，所以当时行者，好，就是能够这个行，这个能够行的人呢、啊，哈，其行中皆法，毕竟空体是名所观。好，那这介绍行，包括戒、定、慧三法的观察。好，所以我们在这个道场当中，我们的念头啊，好，在不止在佛堂里面保持正念，出了佛堂之后，事物之外也是一样，要常常保持正念。你的念头不是跟戒，这是维系的细心的观察，我这样的身口意的威仪符不符合这个佛门威仪？啊，沙弥律语讲的这些佛门威仪符不符合呢？的戒或者定，三龙指，细心细缘指、智心指、那体真指，好，都可以配合的运用。好，一个为主，其他为伴。好，那或者呢？有时候这个修止止到最后，觉得这个心有点太沉了，啊，或者心有点无忌了，啊，那个观慧升不起来，这个时候你可以试着修观，啊，观，那观的话，当然各位学过教观当中，各位都知道，当中别人示教的观法都可以用，啊，不一定说我一定非得用圆教、藏教、虚空观，观察无常也很好用。你看，像为什么现在这个南传的禅法这么样的慢慢的越来越兴盛，甚至在很多的这个大圣的，甚至有的禅宗道场，他开始下手教人家修行，也是用南传的禅修方法，也不是用祖师禅的。为什么？因为容易，好，容易就容易去体验到，好，那个。他那个理论哈，容易跟这个理论哈容易相应。好，但反正只要能够调伏烦恼，安定自己的心都可以用。那而且这个戒定慧当中，比如说你正在这个阶段，也可以有所偏重。比如说这个戒，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在学的是沙弥律仪，啊，或者这个在家的威仪啊，都一样。学了之后，你就常常去注意，这个身口的这个威仪符不符合这个律上的要求，好，然后再配合的这个其他的指跟观，或者呢，你现在的重点在那个修观，你常常的去思维观察，我不可得，法不可得，好，心中的我不可得，法不可得。行中一切法不可得，常常这样观之后，再稍微修止，好，那再修止啊，让心安定下来，然后再次修观，好，然后修观再修止，烁烁的修观，好，就是要是你的根性欢喜修观，从修观当中你可以得到法乐，可以得到安心的话，你也可以从修观来下手，烁烁的观修，好。先安住，总之戒定慧都是安住我们的心，先安住，然后渐渐的，在戒定慧在个别的去深入它，行事这个道理，后面住坐卧等等都是一样这个道理。好，那都一样这个道理，那为什么各位要是看里面文字基本上都一样？比如说我们看第二个住。而且住者，若为住时应作是念：我今为何等事欲住？若为住烦恼即不善，无忌是住即不应住；若为善利益事即应住。就跟前面那个行的这个文基本上差不多。好，这个是戒的部分，就观察：我今天为什么住站在这里？左走站着不动呢？如果是为了烦恼，就不善。好，烦恼，比如我站在这边开始骂人了，那是烦恼。不善，就是比如说放逸，比如说我站在这个地方，好，那站在地方开始这个看热闹，这个地方一起，这个
这个地方啊，发生车祸啊，然后开始看到一群人呢围起来啊，然后我们佛教徒啊，也修行人呢、啊，也围在那边看呢、啊，看热闹。那这样子的话，这叫放逸啊，跟放逸的心放逸，跟放逸的心相应，好，那这是不善。无忌，啊，就是没有事，就在那边发呆，无忌，啊，就不应住，为善利益事，比如说我住下停法，听法，好，有两个人在那个地方谈论佛法，我停下来，好，走过去停下来，听一听，好，他们两个在论道，啊，这是为了善利益的事情，或者我停下来，啊，停下来这个做执事上的工作，啊，那这个是好事，或者呢，有人跌倒了，我停下来扶他一把，啊，这个是帮助别人，也是善利益的事。那么即因住，等于说你的心是很极静的，啊，你在极静心当中，你去观察，我做这个事情是善是不善。当然善跟不善的标准你必须要学习，包括这个戒的学习为主，当然也包括经论，经论里面会告诉你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好，这个是戒。后面定，云何住中修止，若为住时，即是因于住故，只有一些烦恼善恶等法，了知住心及住中一切法皆不可得，则妄念清净是名修止。跟前面一样提真止，他看底下观，云何住中修观，因作是念，由心住身，故名为住。因此住故，则有些烦恼善恶等法，则当反观住心，不见相貌。当是住者即住中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好，他这个结构上基本上差不多，文字结构啊，好，也就是说你思考结构基本上差不多。那这个时候，尤其像现在的人呢、啊，大家会比较没有耐心呢、啊，会想说，那不后面讲的这个住坐卧，这个所作言语亦复如是就好了嘛？亦复如是为什么？这个同理可知嘛？说起来确实也是同理可知。那为什么要为什么还要再去一个个去观察呢？而且不只是小止观这样子，在这个大般若经，或者很多大乘经典里面，佛陀为这些菩萨开示也是一样。好，像大般若经600卷为什么会那么广？他就是同一个道理，啊，比如说同一个道理，他先讲色，不可得，分析一下色不可得，同样的方法他去分析色不可得，想行识。五蕴完了之后，在12处；12处完了之后，在18界；18界完了之后，再去分析，好，这个4谛、12缘、6度什么什么一大堆，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佛陀是大智慧的，听法的人也都是大智慧的，为什么佛陀不直接说五蕴12处、18界、4书、4法亦复如是就好了？好，当然这个观念呢、啊，老僧都听我讲过了，不过没关系，我再说一次。有种种原因，好，佛陀说法，他都有无量意头，有很多很多原因。总之这些原因就是能够让众生得到欢喜生善、破厄入理，好的四悉檀的利益。好，欢喜生善、破厄入理，就是说众生透过这样反复的这样熏修，比如欢喜。他众生在这个当中，他可以得到欢喜的利益。好，因为有时候这个道理啊，你第一次听的时候，好像懂，是懂，是不懂，但总觉得好像就隔了那么一层。但佛陀呢，教导你色受想行识，四书四法，一个个去检查的时候，哦，你会觉得说，哦，这个道理慢慢入你的心中了。就像同样的道理，有时候你听一遍，哦，虽然觉得好像懂，但事实上呢，这个觉得总是跟道理是隔了一层，哦，这个不要说怎么用不知道，有时候连这个道理的这个它核心思想掌握都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这个道理不断不断的读诵思维观察，你慢慢慢慢的就懂，就越来越深入。所以佛陀就带着你就不断的从世间跟俗世间这一切切的法去思维观察。好，那这个时候这个欢喜啊，这个让心跟这个法好渐渐能够相应。那在生善好破恶好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这个佛陀带领你去好循着身心世界一个个去观察，就是引导你去观修每个地这个每一个成分哦，世间跟出世间法每个零件啊，每个成分仔细去观察。因为在我们过去的思维方式，总是觉得说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佛就带你一个个去观察，这个是虚妄的，那个虚妄的，那个虚妄，那个虚妄的。虽然没有错，每个法理论上我们知道，同理都是虚妄的，但是透过这样子的观察的时候，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好，这个生善了，好，生起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好，渐渐在你的心中了，好，就越来越深刻，就生善。啊，那生善之余呢，当然就是破恶。好，就是说，随着你这个智慧的深入，然后你这个好破恶的力量就增强，这是一个。另外呢，透过这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处四法的这样绵绵密密观察的时候，有时候众生他在某一点他特别的执着啊，透过这样前前后后观察的时候，到他特别执着那一点的时候，刚好这个力量累积啊，力量累积啊，这个时候对他这个破坏那点的执着特别有帮助啊，破恶啊，大家入理啊，透过这样子的不断的观察，能够入啊，去入第一地。等于就是说，你在循着这个文啊，不管是智者大师的文，或者是啊这个经典里面佛陀的开示，你循着佛陀的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开示的文，你去观察，啊内啊身心内外啊是出是法，一个个去观察，他在不断不断的观察，虽然所缘境是不断不断的变化，但在不断不断的观察当中，你对于这个道理的了解就会不断不断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入。好，因为同样的理，但是所缘境不断的换，好，那不断的换很多个所缘境，那你这个智慧就不断不断的在增加当中。好，那同时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你所观察的境界，如果哪一个点，好，哪个点刚好是你的执着点，这个时候就能破。因为有时候众生哦，你说众生对于自己的执着点，或对自己烦恼点在哪，有时候还不见得特别清楚。透过这样的好内外好的一个个刺激的观察，刚好到你的这个执着点，啊，就能够破除。好，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容易在行的时候放逸。那有的人特别容易坐下来放逸，好，行的放逸，就是有的，比如说有的人常常到处乱跑啊，好，然后在行的当中，常常不能够守护正念，但他坐下来还好。那有的人相反，有的人坐下来好，他行的，有的人是行的时候，有的人是行的时候特别放逸，坐的时候还好，好，那有的人是坐的时候特别放逸，好，比如说坐下来啊，就是看电影啊，干嘛，好，聊天啊，特别放逸。那行的时候反倒还好，好，所以这个你从这个叫不同的角度这样去观察，好，那会有帮助的。好，那这个行讲完了，好，这个住好讲完了，然后后面坐卧等等，好，那都是一样的道理啊，我们就把它念过去就好了。三者坐着，先看到戒。若为坐时，应作是念：我今为何等事欲坐？若为诸烦恼及不善无忌等事，即不应坐；为善利益事，即应坐。接着定。云何坐中休止？若为坐时，应则当了知，应于坐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而无一法可得，
则妄念不生，是名休止。再来会，好，再来观，好，云何作中修观？应作是念，由心所念叠脚安身，因此则有一切善恶等法，故名为作。这个累脚安身的哈。反观作心不见相貌，当是作者即作中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那这个道理其实都是一样，只是说文字上会有点不太一样。再看到第四个卧，好，先看戒的部分。于卧时应作是念：我今为何等事欲卧？若为不善方欲等事，则不应卧；若为调和四大故卧，则应如狮子王卧。狮子王卧就是右胁而卧，这是戒。再来看止，于何卧中修止？若为寝息，则当了之。因为卧故，则有一切善恶等法，而无一法可得，则妄念不起，是名修止。好，这个体真止，观察止中的心，还有止中的善恶都不可得，这叫无一法可得。再修观，云何卧中修观？因作是念：由于劳乏，即便昏暗，放纵六情，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即当反观卧心，不见相貌，当是卧者即卧中一切法，都毕竟空寂。是名修观，卧者，谁在卧？啊，那么卧的这个主宰啊，主体，啊，这个卧了哈，还卧中一切法，就因为卧而产生的善恶等法，啊，毕竟空寂，是名修观。好，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啊，如果各位觉得这样子当中稍微不清楚的地方，啊，到时候可以提出来问。下课。